下来又收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我又来了。每天吃啥子不犯愁，阿明秘制猪舌头。关注阿明发大财，评论转发富一生。开干，准备个猪舌头。这个猪舌头怕烧手指的哦。那就交给我鸡腿，先煎下冻。本来他在买个心子的，结果没买到。在我们这儿，心子和舌头是套着卖的，叫心里，一般拿来做白切。我们今天拿来卤一下，再白切。阿公点解？然后再开干啊！把三点鸡腿炒水，老姜、料酒。这个时候我们先准备下卤料。葱片、姜段、大概香叶、桂皮，炒个沙仁、肉蔻、凉姜、香茅草，三类，一把干香椒，60个花椒，去除这个白色的舌苔，这个腥得很哈，必须去除。把中间切一下，方便入味。这儿做骨头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厚，很难入味啊。划来口口就可以了，撒滴点油，放点白糖炒个糖色，炒完再把泡泡加水，放我们的卤料，料酒，把鸡腿、鸡腿、生抽、盐巴，40分钟。这个卤水配方你们可以收藏了，家常足够了哈。卤完以后渣渣滤了，放冰箱里面保存，下次可以继续卤。最开始卤点油脂比较多的更香哈。在卤着的时候，我们调个蘸水，小米辣圈圈、蒜末、鸡精、香油、花椒油、62克白糖、香醋一丢丢、生抽、猪肉灵魂红油，放点葱花，烤一烤，万能蘸料。就是这个味儿，筷子踩的时候就熟了哈。如果你们不饿的，再用卤水泡4小时更入味哈。我反正是饿了，我先弄来吃了哈。不怕烫的就热切，先对半切开，哦，然后再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尽量薄一点哈。来哇，我还亲热，要得很干。蘸个汤了，你先吃个原味的，原味都是有味道的。然后蘸个红油，哎，这个红油看到，哦哟，亲口就长流。哦，爽子，我强烈建议你们买狮子来卤一下，80版哈，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，这就是凉菜。啊，你本身又是个味道，哎，没蘸红油是五香味儿，蘸了红油是麻辣五香味儿。这个凉菜一定要蘸着吃啊，坐着吃都不香。这个。还炒个蒜蓉茼蒿菜啊，这个菜是非常下饭。嗯，你那个蓉子很紧的。嗯。那是你炒久了，炒老了也不？你看我炒的，脆的。今天只有2个鸡腿，老米来吃一个，只有跟小米来留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，过来喜欢富二郎，再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阿明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